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人世间快乐多过于悲伤，人世间温暖多过于孤单，人世间光明多过于黑暗，人世间和平多过于征战，人世间感恩替代了责难，人世间谦逊多过于骄慢，人世间慷慨多过于贪婪，人世间良善多过于显然，愿天空保佑最初的蔚蓝，愿心量如海被点点拓宽，愿生命随缘聚散，随遇而安，万物都回归。智慧光大深如海，内心清净却沉沦，超过无边恶趣门，我刚刚看上面最好看，所以我们第一次在这边办法会，当然要感谢我们此饭店老板老板娘的优惠，优惠就是不赚钱了，啊！优惠就是还有我们和梅珠，还有几位菩萨，还有很多人，大家一起出钱出力，所以呢，就可以在一个很好的场所，大家来修行。修什么呢？念一下大悲心啊！所以这是我们学佛的重点，慈悲。谢谢湛明师。各位都要学哦，什么叫慈悲？你犯错，我继续爱你；你犯错，我不骂你。那当然这个很难呐、啊，对不对？不能啪你哪呢？那就不慈悲。所以，做医生要对病人慈悲，而不是进来向过你讨个舔啊，啪。但是大部分人都这样，所以像我们老板老板娘做饭店酒店，当然这里面就是快乐，让你结婚快乐，让你们办宴会快乐，让你们吃的快乐，让你们住的快乐，那如果用了这个心，自己就很快乐，这个叫动机。简单的讲一句话，要赚钱，不能一直想我要赚钱。所以，狼人咖、人戏咖也照给。要赚钱，我们大家都希望，不管做什么行业，用慈悲心做。我希望你吃这个饭很健康、快乐，以及我希望你穿这个衣服漂亮，不感冒。我希望你开这个车子安全、好看、快乐，那永远用这个动机，你就会永远快乐。你犯错没关系，我照顾你啊。
就像我们经常去监狱，那监狱当然他们都犯错了，但是社会上有时候会指责对方，哎呦，你不对，把他枪毙了，把他关起来。这个不是佛法，那佛法是当然这个人必须要关起来，他才不会去伤害别人，也不会伤害自己。但是他的动机呢，是一种爱，是一种慈悲，而不是一种惩罚。所以各位，如果我们真的要修行，就像各位问一下，会背大悲咒的举手，这些人都不能生气，不能骂人，老公有外遇 OK， 因为我念大悲咒啊，念大悲咒怎么可以用恨呢？边念大悲咒边找律师要告他。所以因为背，就是什么叫背下来，我要放在我心里面。所以修行我们有两个心态，一般就是痛苦的心态，贪嗔痴，那个贪就是欲望，嗔就是生气不高兴，愚痴就是不了解真相是什么啊，不了解因果。傲慢呢，我比别人条件好，他就会傲慢。嫉妒呢，我比别人条件不好，你开的车好，我要比你更好，你穿的衣服漂亮，我要比你漂亮，这个会不会痛苦？会很痛苦。那怀疑，那就是不相信啊。那如果修行，你内心有这些心态，那你的行为就会骂人啊，批评别人啊，伤害到对方啊。比如说你以前还没修行，你家里有蟑螂，第一件事，火力细，你不应该住在我家啊。那蟑螂住在你家，它也是为了快乐啊，找食物，跟你住在这个家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因为你的动机是自私的，所以你会杀死他。如果你动机是慈悲的，那你就会同情他，反正家那么大，找一个地方给他们安全好了。那这个就是修行，心态要改变。那当然这个里面有自我挣扎啊，我本来可以骂他的，不要骂他，还称赞他啊，称赞到哪一天他过来说，哎，你看我哪里还没做好，那你再告诉他啊。这个叫修行，你要有这个忍辱的过程，站在对方想。我想做妈妈最容易体悟了，妈妈把小孩生下来，小孩要喂奶，要感冒，要哭，要吵，又不听话，但是妈妈永远不舍弃对方啊！妈妈认为现在不好，将来会好，现在生病，将来会健康。所以我讲一个故事，各位听过了。有一个猎人呢，去打猎，那个时候乌鸦妈妈看到了，他就飞到这个猎人面前，他说：“打猎的人啊，拜托你啊，你要杀哪一只都没有问题啊，但是有一只是最漂亮的，你千万不要杀啊。”那个猎人想说：“哇，这个乌鸦还很慈悲，好好好，漂亮的我不杀，我杀丑的。”结果他第一次杀了就是那个乌鸦的小乌鸦，所以他杀掉那只乌鸦，乌鸦母亲就跑出来：“你不是说要答应我了吗？”“对啊，我杀丑了，那个是就是我的小乌鸦。”当然这个故事很简单，因为在妈妈的眼中，最丑的儿女都是她心中最美最漂亮的。所以同样，我想各位，你要修慈悲心，别人讨厌的你不能讨厌，别人生气的你不能生气啊，别人放弃的你不能放弃，那这才叫，等一下，救苦救难，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啊，这个叫大悲咒。那也为了让我们的心保持这样，所以我们要多念大悲咒，多念观音菩萨，因为你的心又跑掉了，跑到了想要骂他，想要制造痛苦啊，所以这个叫修行。所以修行不是说你很会念很多经，当然这个念经是帮你忙，念佛持咒是帮你忙。就像我现在黑暗了，所以我赶快念经，我把手电筒打开，这样 让它亮起来。那各位要有这个正确的心态，那这个呢才叫修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办大悲观世音菩萨祈福。祈福是对象是谁啊？祈福对象是谁啊？有些人我要发财，我身体不好，当然这个是基本的目的可以，但是各位要了解，你要发财不是每天一直想着钱，你要发财是什么？就是帮助穷人你就发财。你要健康，那你去帮助不健康的人，那你会健康。这个叫学佛要正知正见。所以当然观音菩萨教我们这些方法，他不是教你去偷去骗去赌博说会发财。所以讲到发财，任何这个世间有三个力量，你只要会用，你就可以改变命运，自己跟别人的。念一下：智力、佛力、法力。智力就是你自己的力量，你相信你想要这么做啊，你也去修行做功德，那是你的智力。但是这个智力要圆满，比如说你希望现在有个大台风，听说是哈吉贝台风变得很大，哇，要吹到日本了。光我们的智，我们是有智力，我希望台风变小，我希望台湾安定，我希望路上没有车祸，这个是很好的自我的意乐力，这是很好。但是这个力量我们不够了，但是我们可以借着佛的力量可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念大悲咒，祈求观音菩萨加持。那除了这两个力量，我刚刚讲，比如说你要发财，那你自己要努力工作，不要再打麻将啊。然后呢，来祈求观音菩萨，祈求财神的加持，可以。但是还有一个力量要做到，叫法力。什么叫法力？那我去帮助贫穷人所得到的行为反作用力。所以我想今天有很多初学佛的菩萨，我们可能要强调一下，你要长得漂亮，智力是什么？不要生气，生气会长得很丑，声音会不好听。那佛力呢？那我们念观音菩萨，念地藏王菩萨，庄不庄严啊？漂亮，它很圆满。那法力呢？法力就是你要布施花啊，像昨天我们就提早来了，他们说前面这个坛城布置的好不好看啊？好漂亮哦啊！所以它是最美的，是又放了一盆花，这么漂亮的颜色的布要来庄严啊，所以我也穿这一件了啊。那为什么要穿这一件啊？因为这一件代表大悲心啊，红色的，是地藏王菩萨所设计的，而且这有25块布啊，就把这个整个有情众生分作25类。所以我们叫25有众生，整个世界的所有生命分作25类，然后呢都把它
用大悲心承担着，背在身上。所以当然你给别人一个好的感觉，那你将来也会得到一个好的感觉。比如说你希望唱歌好听，不要骂人，称赞别人，那你唱歌好听，声音好听，这样各位，这个要开始学，要改造生命，这个叫修行。所以你要长得漂亮，自己不要生气，多念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多布施花，多用微笑给别人，那你生生世世就会长得很漂亮，而且你生出来的儿女孙子都会比你还漂亮，你会觉得很好，爸爸160公分生出来180的儿子太好了，爸爸皮肤不好看，生出来好美的小孩子的皮肤，为什么？他懂得这个方法。所以你希望发财，刚刚讲了自己有这个想法，但是你发财要干嘛？我希望我发财，我可以照顾爸爸妈妈健康，我有钱，我可以帮助老人院穷人，这个自利很重要啊！你发的心越圆满，然后我们就来念地藏菩萨，地藏王菩萨叫财宝天尊啊，或是观音菩萨，或是财神，这个佛力，然后法力呢？那我们去，刚刚各位拿一杯水啊，这个就是观音法门，几颗米啊，念的辨识咒，布施给所有的土地公啊、孤魂野鬼啊，包括我们身上也有一些可怜的冤亲债主啊，也希望他快乐。我们不是要把他赶走，希望他快乐。这个法力，所以我们现在前面有六支牌子，念一下。愿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动物道、鬼道、地狱道众生皆享受甘露，皆离苦得乐，往生净土，将来成佛。我想观音菩萨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帮助轮回众生。所以我们前面摆了食物啊，这边写的牌位啊，消灾超度，这个都是法力啊，法力。所以我想各位呢，这三种力量再背一次：自力、佛力、法力啊。那各位就多练习吧。你的眼睛不好，那自己眼睛就手机看少一点，不要瞪人家啊。然后呢，佛力呢，我们念的眼睛庄严的哦，准提佛母啊，每一尊佛菩萨眼睛都庄严的，观音菩萨眼睛最多了，千眼观音菩萨啊。那再来法力呢，那我们创造一些美的东西让别人看，花好美哦，这个摆设好美哦，甚至帮助那些眼睛不健康的人。去布施啊，布施眼药水啊，就是这些法力。那这样以后你就慢慢在改造你的眼睛，因为你帮助别人嘛啊。所以这个简单的思想我还是要跟各位报告一下。所以一个人要发财健康啊，第一个首先念一下孝顺父母，照顾家庭，帮助贫穷啊，因为你要爸爸妈妈给你身体，给你财富，给你一切。如果一个人不孝顺父母，所以现在有很多，我到欧美国家看，我到日本看，发觉了这个问题，台湾慢慢有这个问题了。年轻人为了自己的幸福成就离开爸爸妈妈，很少回来啊，因为他忙着赚钱，忙着缴贷款，他也有很多的压力。爸爸妈妈反正家里天天在想着儿子，但是儿子不想，那这样这个小孩子再怎么努力也赚不了钱，因为他舍弃了这一辈子对他生命最有恩的人啊，对他最好的。所以各位在这一点就
为了要你要去思维啊，能够孝顺父母，我们叫福田呢、啊。这个世间有三种圆满的福田，如果你去做，你就会得到世间所有的幸福。念一下：健康、发财、成功、子女平安等等等等啊。各位做刚刚做甘露施食，乃至这一次有我们这么多菩萨要发起这个法会，这个是一个慈悲啊。只是说这几天是假期，更要有个悲心啊。所以人家问你说你今天要去哪里参加法会，为什么？希望国家好，因为你有一个好的动机，不单是我们的国家，希望所有的国家都富强安乐。你要一直这样想，虽然很多国家还是有一些冲突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我们各位经常在听现在香港的问题，现在中国、美国的问题，但是各位你千万不要站在哪一边说哪一边不好啊，这一点要注意啊。如果你偏一边，那就不慈悲啊。所以我们希望自己的国家、别人的国家，所以佛教所讲的最重要，你要自己好，你要慈悲，就是希望别人好，你自己就会好啊。你希望健康，把你的药去布施更需要的人、更可怜的人，甚至各位在家里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祈求观音菩萨加持，让所有生病的人找到好医生，身体健康。希望所有没钱的人可以相信因果，赚到更多的好的财富去帮助别人。你要这样祈愿，所以你有这样子的这种好心，念下来，好心得好报，这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最好的心叫大悲心啊。所以观音菩萨是所有佛菩萨慈悲力量合起来的力量，非常的强大。所以后面这尊观音菩萨，念一下：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这是他的特色啊，叫千手千眼。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一千只手代表一千个伟大的可以管好几百个地球的皇帝，我们叫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分成四五级，金的、银的、铜的、铁的啊，力量不一样。金转轮圣王力量最大啊，包括天上都管了。那你要帮助众生，你要具足一千个转轮圣王的福报力量。什么叫转轮圣王？如果新竹有转轮圣王的话，新竹人都不用上班，因为转轮圣王他这个力量就像文莱。各位你去文莱啊，文莱的人读书不要钱，因为看病不要钱，很多事情都不要钱，但是他只是比较严格，按照回教的戒律比较严，但其他的都不要钱。你做小偷要把你手切掉了，那为什么？因为文莱有一个转轮圣王，文莱国王啊，他整个国家出无量无边的石油。所以我去文莱的时候，他们连我进去他们的回教，整个土地都是用黄金铺的。去坐文莱航空的飞机，他们还请我们去看，哇，马桶也是黄金的，有文莱航空啊，让我们这些客人都去坐黄金的马桶。这个是一个对文莱来讲，他们的国王，所以他们的国王拥有全世界他的车库里面几百辆甚至千辆的所有最好的车子，反正他什么都用得完，就是钱用不完，还有这个福报。所以我想各位这一点我们听了很羡慕，但是观音菩萨有一千个转轮圣王的福报威德力权力。那一颗一千个眼睛是什么呢？它有一千尊佛的力量、慈悲与智慧，这两个合起来
所以他可以帮助世间所有的苦难。当我们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念普门品，就像各位知道说，哪里有苦难，你只要念观音菩萨，那个苦难绝对消除，也是观音菩萨的力量。所以我今天主题是希望大家，不，今天不管做什么，未来不管做什么，用观音菩萨的心来做事，好不好？这个叫南无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就是希望我们用观音菩萨的心态、行为、语言来帮助别人。从今天开始，别人犯错，你不要生气，用爱包容他，可以啊，因为你改变了，你心态越改变，命运就改变。所以就像很多人我说，师父啊，怎么赚钱？我当然没办法跟他讲太多，他不，如果不是佛教徒，有时候我在机场，他们会问一问，哎，法师啊，那我怎么样可以发财？那我就跟他说，很简单啊，过去你只想发财，一直努力工作，都不关心别人。现在很简单，你从你家出门就开始关心别人，希望走路的人平安，开车的人不要有车祸，路边的小鸟有米吃，撒一点米，啊，树下的蚂蚁有一点东西吃。然后呢，希望老板发财，希望客户发财，希望公司的人都快乐，你就用这种慈悲心为别人想。他就会回答，我自己都没钱了，我还替别人想。念下来，慈悲不用钱，就很多东西不用钱的，一杯水，一个问候的语言，所以一个善良的眼神。我说如果你这样去做啊，你可能会改变命运。但是我跟他说，当你改变命运以后，请你也告诉别人，千万不要每天自私自利，自私就是痛苦，想着别人，想着众生的慈悲，你才会快乐。所以在这一点，各位要心里要做一个决定，这个叫修行，叫南无观音菩萨，我要把心交给观音菩萨，我要用我的心学习观音菩萨的心态，由心态产生讲话语言跟行为，行为不再自私了，语言不再苛责伤害别人骗人骂人。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种，如果你改变了，那福报当然来了，消灾祈福了。如果你改变了，这个力量很大，就可以帮助你的父母祖先超度了。所以我们特别在前面摆一个水，这不是一个装饰啊，因为观音菩萨永远用甘露水，这个甘露就是希望对方离开热啊、痛苦啊，达到清凉。就像在沙漠很痛苦要去绿洲，观音菩萨永远希望大家念一下到极乐世界啊，因为观音菩萨代表阿弥陀佛啊，希望众生都能够到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的水，八功德水清凉啊，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的佛光智慧，你到那边不会生气，不会起烦恼，不会哭，都不会，因为那边没有分别心啊，极乐世界不会让你有贪嗔痴傲慢，这个心都起不来啊。极乐世界你不用烦恼钱，不用烦恼健康，你要吃什么就一大堆，而且呢怎么吃，因为极乐世界是吃东西，不是咬，它是这个味道给你这样而已，所以你不用排泄啊，不用干嘛。极乐世界每天去看的都是佛陀，十方的佛，极乐世界旁边永远都是大菩萨陪着你，没有坏朋友，没有找你去打麻将的、谈恋爱的那种人。那观音菩萨他要慈悲啊，他要引导众生脱离轮回的痛苦，到一个很好修行的净土，将来可以成佛。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办法会的目的啦。法就是慈悲，
那当然佛教是一个教育，是一种人格教育，生命教育。如果你心态改变了，你会发觉世界就改变了。比如说你头痛啊，我要念观音菩萨，头痛好苦，但是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头痛，南无观音菩萨，因为你痛你才会知道别人痛啊。如果你用观音菩萨的心来吃药，用观音菩萨的心来念观音菩萨，希望大家都不要胃痛，希望大家都不要腰痛，希望大家都没有各种的世间的痛苦，那你会发觉那命运就改变了，你就有感应了。但是我们以前找医生吃药都想着我怎么样不要痛啊，甚至医生来了我要抢药，怕过别人，我儿子比较重要，别人不重要。所以各位，很简单的，你希望你儿子乖，那你每天都在想希望全天下的小孩子都乖乖，都不要跌倒，都健康。所以你思想改变了，所以你做的事情就改变了。为什么不自私了？别人不做的我来做，别人要做高位我让你做高的，我来做低的。因为你把别人放在你头上，你把众生的事情超过你自己了，这个叫慈悲心啊。所以因为如此，所以念观音菩萨。好，所以我们现在以这样的心态来为所有众生做供养，好不好啊？因为佛经说，你在这个世界布施几百亿美金，还不如在佛前供一朵花的功德。为什么？大慈大悲，哇，这么圆满的力量你去供养到了。因为佛陀是世间叫无上福田，就像各位做个比喻好了，你给你儿子10000块，还不如供养你爸爸1块钱，你爸爸你供养他1块钱，超过你给你儿子几百万的功德。为什么？爸爸妈妈对我们有恩呢。所以这些佛菩萨，他为什么福报那么大，力量那么大，他就希望来所有众生离苦得乐，他是这种心跟这种行为。所以那当然力量不一样。所以各位在家里经常供佛，供香供水供灯合掌啊。所以在我们在佛前念经也是供养啊，我没有骂人哦，我念经哦，佛高兴。所以我们现在，而且各位做供养，虽然功德这么大，但是不要为了自己想啊，我希望我这个供养用慈悲心让非洲啊，让没有福报的地狱恶鬼啊，透过我们的供养让他们有福报，让他们脱离地狱，脱离痛苦，脱离轮回。念一下，用慈悲心供养，这才是真正的供养。所以佛陀说了，你用百千万亿黄金去供养佛像做什么善事，你还不如用慈悲心布施一颗米给小鸟吃，给可怜的众生。所以各位，就如果你愿意得到更大的力量来帮助众生，那我们就要开始学慈悲的方法。再来，我们要念这个不空摩尼供养咒，念这个咒，所有痛苦的众生，特别地狱道、因缘道，马上就升天了，那这是极乐世界。那我们自己身上也消无量的业障，所以礼佛一拜，罪灭河沙。用身体来拜佛，用嘴巴来念佛，都可以消无量业障。所以地藏经说，就算有一个这一辈子做了很多坏事的人，他要死之前念一句地藏菩萨，他都不会下地狱鬼道畜生道。所以台湾每一个监狱啊，只要有执行死刑的，外面一尊有一尊地藏菩萨，那慈悲啊，虽然他不得不接受这个痛苦，但是希望他永远脱离地狱鬼道，有机会在修行。所以同样的，我们做了这么大的供养，
那更要把这个供养的功德来帮助所有痛苦的众生。那你越帮助自己，越帮助痛苦的众生，你自己的不好的业果报越消除掉。所以还有后面还有现在一起是吧，啊，所以他们现在要做八吉祥啊、七正宝各种宝物的供养。当我们念这个咒的时候，今天代替我们供养的都是新同学啊，不见得活得比我们短，但是他第一次这么做了，因为这样可以种下一个非常好的福报善根。他们这样做供养，我看他们来世都是走红地毯的，要么做皇帝皇后，要么做影星歌星，至少也身材好。所以各位要养成一个习惯，那叫随喜功德。就像一个爸爸妈妈看到那小孩子长大了上台表演，爸爸妈妈会不会哭啊？很感动。修行要一直用这个心，你千万不要跟我没关系啊，啊，那你就很可怕，你很冷酷啊。佛教的修行就是叫空性，佛教的空性，空性是什么意思呢？无立的无挂，一切的存在都是靠在外在所有因缘的存在，我们才可以存在。所以各位要爱护花草树木，你爱护花草树木就是爱护你的外表，爱护你的呼吸。你破坏别人破坏世界就是破坏你自己。这佛教讲空性就是互相依靠，所以各位从小就要感谢爸爸妈妈，再来感谢老师，感谢国家，感谢医生，感谢社会上各行各业，他卖衣服，他卖菜，他卖什么，离开这个我们没办法存在。就像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来自于四面八方，就像我们吃一颗米，你知道，感谢农夫，感谢土地公，感谢水神，感谢太阳，因为粒粒皆辛苦，来源不可思议。那现在这个世界是合为一体的，所以要时时刻刻感谢。念一下，感谢天，感谢地，感谢一切，感谢母，感谢翁，你感谢不完。因为什么？这个就佛教的慈悲是来自于感恩心，知恩而感恩。那离开空气，离开太阳，离开水，离开椅子，所以我们老和尚每次上来就会坐 一起来就会摸摸椅子，谢谢啊，床让我们睡，椅子让我们坐，碗让我们吃饭，水让我们喝。离开这个我们不能存在，这个就是佛教讲的空。空不是没有，空是整体的观念，生命共同体。现在讲环保，讲生态，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各位要感谢世间外在的一切，要一直这样想啊。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做大供养，所以这个供养最主要的意思不是光供养佛，为什么？由供养佛而供养众生，这样了解吗？所以每天我们吃饭都会这样念，以后各位只要吃饭喝水都这样念，来，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啊，平等的，离开众生不可能有佛。众生包括我们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对你好对你不好的所有生命。所以你每次供养完以后，最好吃的你要马上融入一众生。就像你早上吃苹果，嗯，好香啊，你不要有一个我在吃，这个香味啊布施给所有没吃到苹果的恶鬼道啊、地狱道，这样吃甜不甜呢？不是好不好吃，是喂他们。你要开始有这个思想，这个叫修行空性而产生悲心。所以我们现在念不空摩尼咒啊，后面几位菩萨代表我们做大供养。来，为彼此善大是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陆俊义医师。COVID-19 病毒的传染力增强，注意防射是预防感染、避免重症上有效的方法。提醒你，请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时阵来注意防射。注好了后，请立即现场休困，观察十五分钟。若是你捌因为注意防射，也是治疗性的注射，发生过急性的过敏反应，就要留在现场观察至少30分钟。注射了后，一直发烧超过48点钟，也是明显的过敏反应，也是讲在咧注射了后28天之内，出现严重的一直头痛、喘气困难、脚腿肿痛、皮肤出现血点，请你也随去看医生，嘛甲医生讲有注过 COVID-19 的预防射，注过预防射了后，嘛要继续正确的洗手、挂嘴安、避免群聚，确实做好防疫的措施，让咱大家同齐拍拼，守护你我的健康。当时释迦牟尼佛观察这些众生啊，贪嗔痴习气非常严重，都是一生两生无量劫来的，那要使他的转变，他的习性很难了。所以他观察之后了，他感觉着在这个说法之中，教化众生啊，就要说法了，就要教育他们了，让他们也都能够觉悟。在他观察了之后，总结的四点来教化这些众生。第一个，要想觉悟呢，得靠自己的努力。如果你自己不努力的话，你觉悟达不到。努力，一般的努力不行，得特别的精进，特别的精进啊，你才能够达成觉悟。在当时说法观察众生之后啊，佛总结说了四圣谛法：可寂灭道。但是苦有苦谛，谛是道理，谛是理，苦是现象。为什么苦？有道理的，造业才苦。寂呢是招感的意思，不是一苦两苦，招感了无量的苦，就是我们每人身口意、说话、身体的行动、思想的思维，这总合体啊，就是你做了很多的语言行为，像我们一般的讲呢，就十业、身、杀、道、因。口里头呢，妄言、其余、两舌、讷口；意念呢，贪嗔痴。这十种加起来，佛在说法之中说的是苦寂灭道。这个在最初时候叫四圣谛法啊。那么佛说总的精神就是觉的开始啊。要把这个一切众生，要使他都能觉悟，得断苦寂灭道。
加个替字，替是礼，苦的礼是什么，济的礼是什么，灭的礼是什么，道的礼是什么，所以加个苦济灭道的四圣替，替就是礼，这是最初说法的最初根本的一个说法的起因呢、要离些苦，离苦你就不要做因，苦是果，济呢是招感，济是因。那你把它翻过来，要修道，修道就是灭苦，这两处因果，苦济呢是世间的因果，灭道呢是出世间的因果，论出世间的因果，消灭你世间的因果，这就是在我们经常明白的知苦断济，悟灭修道，知道苦了，你别再造了。那最初开始时候，你知道为什么要受苦，是招感来的呀，是济来的，把种种的业聚到一起，受报，苦是报，济呢是因，因为你造了种种的业，才受现在的苦报，这叫世间因果，因为你造业了，就受报了，因为你遭际很多，做了很多错误事情，所以你受苦，这苦可多了，我大致提几个就是了。生了病死，人人生下来痛苦，这个可能忘记了，生下来就忘记了，但是生老，老的苦啊多了，大家看看老年人，那这不要解释，大家都明白。害病，任何人都要害病的，没有没病的人。释迦牟尼佛也是先病啊，害病就苦了。死，大家怕死，一切动物生有情的东西都怕死，那必然是死，这不是怕也怕不来，但是因为他死是苦难，这个大家都经过的，每位道友都经过的。耐别离，你最相亲相待的人非分开不可，但苦的事情很多，你跟人交往不顺心你也苦了，做贸易失败没发财还赔本了你也苦了，你的工作人员上下级关系不好你也苦了，你这一生啊苦的事太多了，怎么样断它？认识它，苦的性是假的，苦不是真实的，我上来讲的一些法全是假的，没有真实的，但是不认识他，被他所迷了，迷了。假使你认识他，他迷不到你，你不苦了，一切苦都断绝了。苦没有体性的，不是真实的东西，可变化的，可消灭掉的。这个教育就是绝对教育。问题是什么呢？你不认识他，而且被他所转，你就给这些苦难当奴隶，苦难是主人，你能不苦吗？说你怎么样子才能断苦？你别招了，知苦断济，悟灭修道，你知道苦是怎么来的，是你自己招感来的，那你怪谁呀？只怪你自己。人说自作业不可活，你自己造业把你自己处死了，你活不了了。
但是没觉，明白了，认识他了，认识他了，不受他的伤害。等你要觉悟了，什么都没有了，还迷了。迷是明明有六曲啊，天人、地狱、恶鬼、畜生、修罗，六道轮回，一样也不少。迷了，悟了呢，觉后空空无大千。等你觉悟之后啊，大千世界全部没有，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就这一个觉字，就是三藏十二部大乘教义、小乘教义，全是一个觉和不觉。而这个觉字的范围非常广，就是释迦牟尼佛所有的教育，一个字，觉。
大圣阎王老爷，老伯子，老圣王子。다들야아주지공부참배기마남나놀리야내가탐지엔도시지토리남내가려그심에브른징기봐전속성나참아시에수만한신다랑지부지내손숨러서배동해내카르니코베동해다체베대와시원양해내대와토바성이미쳐봐제샘제담제경코와동해이자수로지니깨면금에도내여봐다담제다코베동해내대대대와담보초도규봐상계의공부하러붙일래응거버려자와라다매도미로와전주기쌤은무치다내자리여버래대답이전주기쌤대야자와다닌지쳐먹을때는영원히여래닌지쳐먹닌지쳐먹어야돼아너나디초리매배쌤쟤나쌤쟤멀리가탐쟤라쌤쟤여도좋아탐쟤래야가져야다닌지개그봐이말해나도내주사네나도내내가서내그유물은수어느창문으로초시참긴내안뉴디어래난내뉴거야그봐윤세는데다만시뒤윤지야남루수에로차지니만로다바르내용과야지기가수에다루수에로제비인주사네아디그루수에로차신신야미세지셈리야군로당삼로당초미세계매우채남준로당을진비주사네근데그로당뒤에또는로대배소치차이미나이미세등인다진당계여말에드린주사네예버도지수수쌤나로리야군로개발진시당삼지삼로당당개발진시또는내양좀된좀비몇번채고와야돼계신분들마시당분의수수배산에가는데내여비나통말의윤주사등대군용개발체계매비네난가좀내야내채발체들을양레벨에개발상부시라래아니윤주사네에장면은지남주의민자지군용죄네군용이야유아당체아니매일매일지가르군용이야유아당아니지삼로당당민자당지군로계단민자체제가서다도지된최대군들이야초사들장남이민나미세다그바균세를주용거래삼등을정도다들야가상다디샤고쉬스미래지당그디버디버사야되네이네지남배주다마와디주지디바리아응은진담이라모여하래제나제라나와다야즉텐규텐규규모만이루서마라텐규의로리아융아가내수진의대발든지수수지여자다른쌤쌈바다릉규베융아가르제다냠도주베심중쌤바질이야안디버스레스르고얼바나너나디버스야디유심기딩네요아래드린유사는심규디신사더브레스미기외래데사변더브레사변대라때네마음발라나미기지부주바디뉴더브레스드린유사는다당아주뉴구마게베체네는바라샤베수도요아래드린정아주다당네사변랑바이나뉴구미기와나시아니